当你胖到一个程度，你在路上看到身材好的人，就不会是哦天哪，他太正了吧，而是会天哪，他到底怎么瘦成这个样子的？他每天到天运动多久啊？我的天哪，到底是怎么瘦的？哦，一定是168，168好艰难哦，他怎么做到的？